可以啊，嚟咗。喂，大家好啊，见唔见到我咧？Hello，Hello，hello. 好啦，我都见到我自己啦。嗱，咁我而家咧就喺呢个中环啦，咁啊今日喺呢个八达通啦，咁啊即系开通呢个 Apple Pay 嘅一个新闻发布会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即系我哋 PCM 即系啱啱即系今朝早咧，或者寻晚。1点钟我哋嘅报道啊，或者系我哋一啲速报咧，咁其实都会知道咧。咁啊八达通嘅 Apple Pay 啦，咁就啱啱即系今日就正式开通啦，因为讲都讲咗2年时间啦，咁啊大家即系都等到啦，咁同埋有啲人咧都开始即系都急不及待就装咗嚟用啦，咁样吓，咁其实今日嘅发布会所讲嘅内容咧，大致上咧即系同我哋。即係今朝嗰個教學嗰個試用裏邊所講嘅咧，就大同小異嘅嚇。如果大家可以想試下個八達通用嘅時候咧，咁可以參考翻我哋嗰個教學啦。咁至於今日喺發布會上面咧，就講咗幾樣嘢咧，就可能我哋喺今朝嘅教學上面咧，就冇臨到嘅，咁啊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咁啊，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呢一個八達通嘅Apple Pay 咧，咁佢最高嗰個增值嘅限額咧係3000蚊嘅，咁就唔需要特別申請嘅啦。即係基本上，如果你開咗呢一張虛擬卡咧，佢本身嗰個上限就已經係3000蚊。咁啊，同實體嘅八達通有啲唔同，因為實體八達通咧你要apply 咗之後咧先可以去到3000蚊。咁但係 Apple Pay 嘅八達通咧就需要再另外 apply 噶啦，你已经系可以用Apple Pay 嘅信用卡去增值啦，或者系用OE Pay 啊，又或者系用翻现金增值咧，上限咧系最高去到3000蚊。咁特别讲翻咧就系 Apple Pay 增值啦，因为呢部分咧其实佢就系 Apple 本身咧系将佢挂钩咗落去咧你 Apple Pay 里边登记咗嘅信用卡。即係如果你諗住用一張信用卡去增值，但係嗰張信用卡本身冇掛到落去 Apple Pay 咧，其實就唔可以經過Apple Pay 咧直接撳增值嘅。咁你首先就要將嗰張信用卡咧先掛咗落去 Apple Pay，再用 Apple Pay 咧去增值落嗰張信用卡嗰度。咁而咁樣做嘅好處咧就係唔需要再收銀行嘅手續費。咁呢個咧就同Samsung Pay 有啲唔同。咁但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咁其實今朝咧。Samsung Pay 咧都公布咗咧，佢哋都由今日開始咧，亦都係免咗呢個信用卡嘅手續費啦。咁啊變咗咧，就而家就無論 Samsung Pay 或者係 Apple Pay 咧，都同等嘅待遇啦，可以咁樣講啦。咁啊呢個大家可以留意翻。咁如果你話我諗住用信用卡增值嘅咧，咁啊你就可以先將嗰張卡咧掛咗上去咧Apple Pay 上面咧，先再做呢個增值。咁第二樣嘢咧就即係我哋今朝冇提到嘅喺嗰個教學裏面咧，就係、是、如果你嗰、那個八達通係諗住真開出嚟咧，係俾呢個長者用嘅，即係開一個長者八達通啦。無論你嗰個長者八達通係一個實體卡轉移過落 Apple Pay 或者開張新卡咧，其實都可以的。但嗰個開通方法咧就唔係我哋今朝個教學嗰個做法，因為今朝我哋講個教學咧。其實就係用Apple Pay 嗰、那個，即係Wallet 嗰個 app 咧，Apple Wallet 嗰個 app 咧，直接喺Wallet 上面開嘅。咁如果你想開一個長者八達通咧，咁首先咧你就要update 咗你八達通嗰個app，咁嗰個 app 咧最新個版本咧就6.0。咁你 update 咗呢個6.0版本之後咧，就由喺個八達通裏面去增加一個 Apple Pay 嘅虛擬卡。喺用八達通嘅 app 去裏邊去增加個虛擬卡咧，你就可以選擇用成人八達通或者係長者八達通。咁如果你揀長者八達通咧，又或者係你將長者八達通咧透過呢個 app 做一個轉移嘅時候，你可以將個長者身份嘅八達通咧就轉移。咁如果你話幫屋企啲長者做咧，咁啊其實呢個就比較方便，變咗唔需要專登出去買一張長者八達通。咁啊呢個係如果大家屋企有長者，你想開俾佢用嘅時候咧，咁可以攞呢樣嘢。第三樣嘢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嗰個Apple Watch 同埋呢個iPhone 上面嗰個轉移啊。因為其實頭先都有記者問我，會唔會係可以 iPhone 同埋 Apple Watch 一齊用呢張卡咧？咁樣
咁其實我哋過去用日本嗰、那個Suica 嗰張，即係我哋叫西瓜卡嗰張卡咧，都有一個經驗就係、是、話你如果係用同一個Apple ID 登記咗一張虛擬卡嘅時候咧，即係無論你係之前嘅 Suica 啦，或者而家八達通都好咧，一張卡咧同一時間咧只可以掛喺一件裝置上，即係譬如你我掛咗落去 iPhone，咁你就用 iPhone 做交易啦。如果我喺Apple Watch 嗰度再enable 一次咧，咁其實成張卡咧就轉移咗過個 Apple Watch 嗰度。如果你要想再用翻 iPhone 咧，你就要喺 iPhone 上面咧再將張卡咧轉翻個 iPhone。其實嗰個過程就唔係好耐嘅啫，因為如果我哋之前用Suica 即係用西瓜卡嗰個經驗咧，其實得1分鐘到，即係佢走做認證咧，其實就可以轉移翻嗰張卡，咁啊唔係太麻煩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想兩張卡或者兩邊都有一張卡點樣咧？咁其實咧八達通咧就冇限制你每一部iPhone 或者每一個Apple ID 咧，只可以有一張虛擬卡嘅。即係話，如果你可以，你捨得俾多50蚊按金嘅，其實你可以開多一張八達通，咁你就可以一張咧就擺喺你嘅Apple Watch 嗰度，一張咧就擺翻喺你個 iPhone 嗰度，即係反之亦都可以啦咁樣。咁呢個咧就可以視乎你自己需要。咁當然，如果你話我想用埋嗰、那個車船津貼喎，咁樣，咁你冇嚟分散投資啊嘛，即係你兩邊各揼300蚊，你揼600蚊先攞到個津貼就好唔抵。咁你就盡可能係用一張卡喺兩邊用，譬如我今日做運動嘅，咁樣我想將嗰、那個或者我去游水嘅，游水我公眾泳池就收Apple Pay 啦，收八達通啦，咁樣，咁我就可以喺嗰時間咧就將嗰、那個Apple Pay 咧，即係將嗰個八達通嘅虛擬卡咧轉咗落去手錶上面。我翻出嚟嘅时候游完水啦，我第二日咧正正常常咧，我又可以转翻落去 iPhone 嗰度，咁样嚟搭车啊，嚟用嗰张八达通咧，去用尽嗰、那个赚尽嗰、那个交通嘅津贴，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其实今日大家都问嘅，即系今朝好多读者都问啦，或者佢哋都系太清楚嘅，咁啊好快见到话咦可以用嘅喎，咁样就将佢哋嘅八达通咧就放咗落去个Apple Pay 嗰度，咁但係就好多就成功嘅案例，咁而唔成功咧，其實好多時都會係呢、這個佢哋嗰張八達通係一啲嘅銷售版嘅卡啦，或者特版嘅卡，即係我哋叫買點嘅卡啦，即係無論佢係喺港鐵站買又好，或者係有啲牌子可能做 promotion 送俾我哋嘅咁樣，即係送翻嚟嘅一啲卡啦，咁呢啲我哋叫銷售版嘅八達通。咁銷售版八達通咧，喺今次嚟講咧，就放唔到落去 Apple Pay， 只係限租用版八達通，即係最普通，你去港鐵站俾50蚊按金攞張普通卡嘅八達通卡。咁啊，即係如果手頭呢啲啦，即係啲最普通嘅就租用版卡啦。咁呢啲先至得。點解咧？咁唔係技術上做唔到，而係話最主要就係而家嗰個發卡條例嘅限制，因為八達通嘅發卡條例，因為如果銷售版八達通咧，嗰、那個卡嘅擁有人咧係買卡個人，又或者係做嗰張卡，即係譬如一啲贈品卡咧，咁係嗰個贈品卡個公司啊，跟住佢可以透過唔同嘅銷售渠道去賣啊嘛。咁嗰個 ownership 咧就唔係屬於八達通，咁所以八達通亦都冇權去廢咗嗰張卡咧，去將嗰張卡嘅價值咧轉移落去八達通旗下。咁所以就有呢一個條例限制咧，就導致咗咧。呢個銷售版嘅八達通咧，係唔可以咧喺今次呢、這個Apple Pay 上面用到，咁呢個大家要留意啦咁樣。咁頭先都有一啲問題啦，咁啊，即係譬如我哋今朝見到嘅好多人話，究竟住户證屋企可能自己佢都係用八達通去做門禁嘅，住户證有冇問題啊？或者係一啲譬如我搭村巴，平時可能村巴有村民優惠啊，嗰啲咁樣嘅優惠做唔做到咧？咁樣。咁頭先我哋都有問過八達通嘅，咁佢哋就話咧，其實佢哋今次做呢個系統嘅時候咧，就都同嗰啲保安公司，即係嗰啲專係做八達通門禁系統嘅保安公司咧，就協調咗。咁如果你係將一個本來係有門禁嘅八達通嘅實體卡咧，轉移咗落去 Apple Pay 咧，咁理論上你嗰個八達通號碼咧，就係會變咗一個虛擬卡上面嗰個號碼，就唔係你原來嗰個號碼。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嗰個門禁系統咧，其實八達通就會咧 update 翻管理處嘅，
即係等嗰個管理處咧就 update 咗嗰個銀禁系統。哦，原來咧呢張卡已經廢咗啦，變成咗你而家用緊嗰個八達通虛擬卡個 number。咁理論上咧，你今晚係可以翻到屋企嘅，冇問題嘅。咁當然可能有啲個別情況唔得咧，咁就當然你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可以問翻你嘅屋苑嘅管理處啦。咁反而咧就係話八達通都有一樣嘢，佢哋都唔 sure 得唔得嘅，就係就係嗰個村巴嗰啲乘車優惠，因為呢一個咧就冇涉及到喺今次成個整合嘅一個協調上面。咁究竟嗰個乘車優惠，究竟嗰、那個提供乘車優惠嗰間公司，或者個運輸公司，或者係嗰個管理處，佢會唔會係將嗰個系統係拎up咗八達通嘅 system 咧，還是純粹佢哋自己 internal system 裏面做一個記錄咧？咁呢個就好睇個別嗰個管理公司嘅情況。如果真係唔得咧，其實就要人手咧去改翻，即係你通知翻管理處咧，去改翻嗰、那個乘車記錄、優惠記錄嗰個發通報。咁呢個就要令人手做。第二個佢哋強調就係、是，如果門禁系統咧，大致上咧都應該冇。咁至於大家都有問嘅，究竟乘車優惠嗰個安排係點樣啦？咁當然如果你開新卡嘅，咁如果你今日開咗或者你邊日開咗都好啦，你 update 咗嗰個八達通 app 咧，咁你譬如我哋今朝試過，就係話你用呢、這個Apple Pay， 即係我哋用 Wallet 開咗張新卡，呢張新嘅 Apple Pay 卡喺呢、這個八達通 app 6.0 之後，即係最新嗰版本咧，其實就會見到你有呢一張 Apple Pay 卡。咁你喺裏面撳一下咧 ，Apple Pay 個 icon 嗰度，即係八達通 app 裏面 Apple Pay 嗰個 icon 度撳一下咧，咁佢就會認證咗你嗰張卡，咁啊自動幫你開埋嗰個乘車優惠嗰個記錄㗎啦。咁啊裏邊下一個月嘅16號咧，你就可以攞到你記錄啦，同埋3日後開始你就會睇到，即係今日開始你搭咗啲咩嘅交通嘅記錄嘅，呢個就會睇到。但如果你係之前舊卡，我轉移咗過嚟，唔咁啱你個舊卡又未攞錢嘅，未攞呢、這個交通津貼嘅。咁其實今日轉移咗之後咧，其實你今日唔可以即刻攞，因為八達通都話佢即刻轉移嘅時候咧，就將你嗰個八達通號碼轉移咗。咁但係咧一啲後續嘅一啲拎粒啊，譬如嗰個交通津貼哦，原由舊卡對應翻新卡呢個過程咧，佢呢個系統都要2-3日時間去做。咁所以如果你今日將張舊卡轉移咗過嘅 Apple Pay 裏面，而Apple Pay 你有，而你嗰個八達通係有一啲乘車優惠未攞嘅咧，你有2日後用翻個八達通 app 撳掣咧，就可以過翻數。如果你真係2日後都見佢未放翻錢出嚟啊，或者唔得咧，就打電話去翻八達通嘅 hotline 咧，咁就翻咧，咁佢就幫你跟翻啲資訊，係啦。咁大致上見到嘅嘢啦，咁TCM 嘅同事有冇嘢問啊？啊，得嘅，俾錢係冇問題嘅，係啦，俾錢係冇問題的，系啦，咁其实俾钱就冇问题嘅，完全就咁买嘢俾钱，即系照你攞个电话去拍啊，或者攞个 Apple Watch 去拍卡买嘢系冇问题的。讲讲啦，因为其实今日都有啲人都唔系太熟呢、這个八达通嗰个虚拟卡同埋 Apple Pay 个分别，又有少少分别嘅，就系嗰个快速支付嗰个交通卡嗰个分别。其实如果用你將嗰個八達通指定咗做快速交通卡咧，因為基本上佢 default 都會幫你開咗。開咗之後咧，首先第一就係話你每次交易咧，你唔需要好似 Apple Pay 咁撳著個電話，跟住撳2下 confirm 掣，認咗個 Face ID 先可以俾錢嘅。如果你係快速交通卡咧，基本上你就咁攞個電話插埋去個八達通機度，就算你部電話係熄咗都好咧，都可以過好數嘅。就唔需要做 login 嗰個動作嘅。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就算你部電話係完全冇電，熄咗機都好咧，喺一個時間之內咧，其實你仍然可以用到個八達通嘅。
咁呢個就係快速交通卡同埋普通 Apple Pay 嗰個分別。咁如果大家係會我嚟拍卡嘅時候，都係留意呢一樣嘢咯。係啦，兩蚊特惠站應該 OK 嘅，你去嘟翻得㗎啦。係啦，係啦。哦，係我聽得你好清楚，係啦。特惠站你攞翻你个 Apple Watch 或者攞翻你个 iPhone 去照嘟都冇问题噶啦，系啦，啊咁啊读者有冇问题？嗱，如果读者有问题咧，可以照问嘅，即系我哋就算 off 咗 line 都好咧，今晚好或者我哋连续几日咧都会答翻你哋嘅问题嘅，系啦，啊，因为问题我谂有啲人都会一路用咗耐咧撞到先知嘅，即系呢一刻咧就。好啊，咁诶，详细嘅报道可能晏啲翻嚟，我哋再试啊，系啦。好啦，咁啊，多谢晒大家，咁啊，透过呢个 Cisco 嘅 Webdesk 去睇我哋嘅直播啦，好嘛？好，咁喺去到呢度先啦。咁啊，如果有啲咩问题，大家欢迎大家留俾我哋嘅。好，拜拜。